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2021传道人培训大会。这堂信息是刘传章牧师三堂信息当中的第二讲，过无愧的生活。他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过在圣灵里的生活，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，做主仆人使女的，都是非常的适切我们的需要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，刘牧师请。感谢主，我们又可以在网上一起见面。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的题目是过无愧的生活。经文在加拉太书5:16-26，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来念一念。5:16，保罗说：“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。”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再次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，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实行真理，靠圣灵得生，也靠圣灵行事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许多人呢，都很关注被圣灵充满的条件，却很少人强调在圣灵里的生活。其实圣灵降临已经2000多年了，今天我们不必再求圣灵降临，圣灵已经降临了。那被圣灵充满呢，是偶发事件，意思就是说不是常常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事情发生，但是呢，满有圣灵却是天天的事情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天都是过着满有圣灵，也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既然我们有了圣灵，又被圣灵充满了，又满有圣灵，我们就要，既然有了圣灵，我们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
那这段圣经呢，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在圣灵里的生活，或者过着一个没有亏的、无亏的生活。那第一点呢，我们想先提到的就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，我们对基督呢有彻底的委身。那在五章二十四节就这样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情欲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个属主的人，信主的人，我们的生命是跟主连在一起的，我们是与主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那里讲到说，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承认耶稣是主。所以被圣灵感动呢，才能够说耶稣是主。那我们属基督的人才能够心口如一地说耶稣是主。那当我们说耶稣是主的时候，表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的，我们已经把生命彻底的奉献给主了。我们不像列王记下十七章四十一节那里所说的如此这些民，他们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侍奉他们的偶像。那这就是很多人今天过的日子，一方面好像是对上帝有敬畏，另外嘛，一方面呢，就是侍奉偶像，跟世界世俗潮流一起。那也就是说，那是没有钉死、被钉死的人，没有与主同钉十字架。那同钉的意思呢，就是对主的奉献，打破玉瓶。玛利亚把玉瓶打破的时候是毫无保留的，这个瓶子玉瓶一打破的时候，就要全部倾倒在主的身上，不能有一点保留的。那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全然献上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就是宣教史上有很多宣教士，像泽福敏，他是一个加拿大很富有的家庭的子弟父亲要他承接家业，把一笔大的财产要给他，但是他为主摆上生命，他全然奉献，他不要这些东西，他就到了中国来做宣教士创办了在梧州，广西梧州创办了剑道神学院，现在已经100多年了，还在香港继续造就神的仆人。还有印度的孙大信英国的李文斯顿，李文斯顿的孩子在非洲生病，他把孩子呢就送到英国去，送到伦敦之后，他立刻呢就又回到非洲蛮荒去了。他曾经说，我的主耶稣，我的王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，我再一次将我整个的自己献给你。家庭重要，儿女重要，但是主居首位。他的传记告诉我们，他双膝跪在跪着脸伏在手中，就是跪在那里，把两个手抱着他的脸祷告着死去。这是一个彻底摆上奉献的人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保罗说，其实我也可以夸肉体，若是别人想
他可以夸肉体，我更可以夸了。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多了不起。就律法说，他说我是法利赛人；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；就法律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八节，这样的奉献，上帝怎能不看重？上帝怎能不接纳？今天我们也是要把自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将我们一切都献上给主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谈到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是对形式有敏锐的圣洁感。那在圣经里面，那这段圣经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讲到灵与肉的征战。那在圣经的别的地方，像《申命记》二十三章第九节说，这是圣洁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那基督徒也是分别为圣的，不列在万民中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那这四个特别的描写，我们可以花一个小时来分析来解释，但是这里简单就是说，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对圣洁要有敏锐的感觉。那灵与肉的征战，顺服圣灵还是放纵肉体？那这个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征战的世界啊，世界没有和平，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，也是一个征战的个人，意思说我们自己也是每天活在征战之中。什么样的征战呢？就是灵与肉的征战。所以圣经这样说，加拉太书说，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。奸淫的事儿天天都发生，也许我们没有看见，也许我们知道，也许在我们左右的人就有这样的状况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，这么多的情欲的事儿，这么多要跟我们征战的事儿，那这些事情我们有哪些是我们面对的呢？有哪些是我们现在陷入的呢？掉进去的呢？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反省。那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方面。第一个呢是性，讲到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。第二方面呢是讲到宗教啊，拜偶像、邪术。第三呢是社交方面，仇恨呢、那人与人间有很多的仇恨啊。我们也今天看到
在政治界也是啊，仇恨，两党之间，那里彼此攻击，恶言相对，争竞，你抢我夺，嫉恨、嫉妒、恼怒，啊，结党、纷争、嫉妒，那这就是在社会上人群当中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些状况。然后第四方面呢，就是醉酒、荒宴。现在我们在疫情当中，不能出门，很多餐馆都关门了，所以没有机会去醉酒，没有机会去荒宴。但是我们看到，以前看到很多时候，你看去餐馆看那个吃的那个杯盘狼藉，满桌子的菜摆的，吃不完的东西，就荒宴。醉酒，喝醉了酒，耍酒疯。那今天我们属主的人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？加拉太书六章七到九节，说到我们行为的结果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靠着情欲生活的话，就有情欲的结果，顺着情欲撒种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就从情欲生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就从圣灵收永生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但是问题是说，我们要收成什么？那我们收成什么，是根据我们撒什么样的种，就结什么样的果。所以人种什么，就收什么。今天你要种什么，你就会收什么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要检点，要圣洁，我们对罪有敏锐感，对圣洁要敏锐。第三方面呢，对生活有高尚的修养。当然修养呢，是咱们中国人比较，特别是儒家思想，怎么讲修养。其实很多时候修养呢，是外表的，真正需要修养的是内在的。那圣经就给我们这样的指示，那圣灵就给我们这样的力量，我们可以把内在的修养高尚起来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换句话说，你做这些事，你行这些事，是自由的，是没有限制的。其实这里我们知道，圣灵的果子只有一样，却有九种品味。为什么说圣灵的果子只有一样呢？如果大家去查这个英文圣经、希腊文圣经，我以前去南美洲跟这个西班牙的讲西班牙的小孩讲道，我不是用西班牙话讲，但是呢，我也查了西班牙文的圣经。那这些圣经
只有我们中文圣经呢，没有办法表达圣灵的果子只有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文没有单数跟多数的字眼。英文呢，如果是两个以上呢，后面就加一个 s， 所以这个果子呢后面加一个 s。 西班牙文也加一个 s， 希腊文也是多数的，所以圣灵的果没有 s 的，所以圣灵呢的果子不是多数，是单数的。英文也是用单数，没有 s。 西班牙文也是单数，没有 s。 那中文呢没有这个办法，就是没有这个词来表达，就是果子就是果子。你说如果是两个果子，你就说两个果子，你就不能说果子 s。 所以圣灵的果子只有一样，却有九种的品味，就九种味道。那圣灵的果子呢，可以把它归纳成三方面。第一呢是讲到把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归纳成内在的心态，就是你的心里面发存在的爱、喜乐、和平。那这个呢是向神的。第二呢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是外在的表现，这是对人的。第三呢是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是你生命的品格。那这个呢是向己的。所以这个圣灵的果子的九种味道呢，是对神、对人、对己。那如果简单来讲圣灵果子的这九种色香味的话，色呢是看得到的，香呢是闻得到的，味呢是尝得到的。那是，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说，我们吃一道菜，说这道菜呢色香味俱全。那色呢是配得好，有红色啊、青辣椒啊、蓝绿色啊，就各种颜色配起来，你看起来呢就很悦人眼目，是这个色气色好，是看得到的。香呢是闻得到的啊，这个菜味出来了，你闻到它的味道。味呢是你要尝，要尝。人也是一样啊，人也有色香味啊，你看到这个人呢，有的人你一看就觉得不顺眼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他表现的色，色彩。香呢是闻得到的，你跟他一接近呢，你就觉得这个人气味不是说真的他身上发什么味，但是你感觉他的言谈呢就有一种香气。味呢是要尝到的，那你跟人相处吧，你跟他讲两句话吧，你跟他一起做做事儿吧，你就发现他这个人的味道很好，或者他这个人的味道不对。同样的一个，我们今天有圣灵的果子在身上，也会有这些表现。有一个人这样说，仁爱是最深的感情，是与神紧紧的相连。喜乐是爱所开的花朵，发出诱人的香气。和平是静如止水，
如同小鸟在暴风中躲在屋檐下。忍耐是爱在受苦，是神圣的属性，是神的宽容。恩慈是和蔼可亲，不会得理不饶人。良善是爱的行动，要行善必须成善，成于内而行于外。信实是表明忠实、诚实、真实、可靠，令人信得过。温柔是爱的谦恭，全然接受神的旨意与安排，而无争议与反抗。节制是自我控制，能约束一切的嗜好而不上瘾。人最大的仇敌就是自己，管得了别人，管不了自己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里面做他奇妙的工作。彼得大帝说：天哪，我征服了我的臣民，我征服了列国，可是我尚无法征服自己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我。所以前面我们说，我的肉体和肉体的私情血欲都要一起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其实我们就是圣灵的果子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重生了我们，肯定会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。那我们是圣灵的果子，这果子有没有显出它的颜色？意思就是说，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有圣灵的同在？那这果子有没有播散它的香气？当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是要躲得我们远远的呢，还是喜欢靠近我们，这个气味可以相投？这果子有没有发出它的味道？这个味道就是使人与你容易相处。然后第四方面，对人有谦卑的态度。25节到26节，那这里告诉25节告诉我们说，靠圣灵得生，就要靠圣灵行事。那靠圣灵行事呢，就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虚名啊，其实人多多少少都会贪图虚名啊，人对名都很敏感，所以有人要打知名度啊。我很多年前在一个拆船大会里面碰到一群年轻的传道人，在他们谈话之间呢，就在讲哦，某某传道人是有名的，某某传道人是怎么样怎么样。
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也要想办法打打知名度，让人家知道我是谁。”啊，我听了心里面很有感触。今天我们服侍神，是要宣扬自己的名呢，还是宣扬耶稣基督的名？可是呢，贪图虚名是，可能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的。当人给你拍掌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暗暗自喜吧？你嘴巴可能说，客气客气，就是谢谢谢谢，不用不用，但是心里面呢却痒痒的，喜欢，贪图虚名。所以呢，处理这个虚名，惹气、嫉妒的秘方，就是谦卑。谦卑的人呢，能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谦卑不是看不起自己，谦卑是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。所以呢，你能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当别人比你强的时候，你不会嫉妒，你不会生气，你不会争取名望。谦卑是完美清净的内心，对别人没有期望。如果你心很静的话，你心很清的话，所谓对别人没有期望，就是说你没有期望人家给你拍手，你没有期望人说哎呀你今天讲的道真好，你没有期望人家夸奖你，你也没有期望人家送什么礼物给你。清静的内心对人没有期望，当你一有期望的时候就坏了。那对于人向我所做的事，我不存疑心，我不怀疑。当然我们要有智慧，人家怎么样，某什么人对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初衷，不是要怀疑他们，不是存心怀疑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接纳他们，我们就不会嫉妒，不会惹气，不会贪图虚名。还有呢，人反对我，我并不会受伤害。今天我常常听到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受伤害了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服侍的时候，人家说几句不好听的话，我们受伤害了。如果你天天受伤害，你就没办法服侍了。还有，你不可能听不到或者不听人的话，有的是坏话，有的是批评的话，有的是论断的话，有的是谎话，有的是恶言，你都会听到的。所以你要学习谦卑，如果谦卑的话，人们反对你，你不会受到伤害。有一个牧师就是说，对教友批评他，指责他，讲很多他的坏事儿。牧师就很高兴地说，弟兄，谢谢你的指正，其实我比你说的更坏。他晚上睡得很好，因为虽然说人言可畏，但是人的话算不了什么。
很多人讲你骂你之后转身他就忘记了，那你为何还要去为他那一句他已经忘记的话在那个难过呢？所以人反对我，我并不会受伤害。没有人称赞或是受人轻慢与鄙视，我仍然能够心安理得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所以我们要学主的样式。主他是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成为人，成了奴仆成为人，又甘心乐意的为我们上了十字架。所以谦卑，上帝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人。所以谦卑的人呢，能够看到别人的成功。英国有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一个是斯布珍，一个是摩根，还有一个就是梅尔。那这三位牧师呢，大家知道斯布珍跟摩根是很有名的，一个是讲道王子，一个是解经王子，所以两个人呢都在伦敦有教会服事。那这个梅尔呢，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传道人，他的教会呢刚好是在这两个大牧师的牧养的教会的中间，所以呢很多人要去听斯布珍讲道讲道王子，很多人要去听摩根解经解经王子。那梅尔呢啥都不是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人家都跑到那两个教会去了，那他怎么办呢？梅尔感谢主，年轻人很有智慧，很有见识，他做什么呢？他也不嫉妒，他也不贪图虚名，他也不想去拉羊，他就为他们两个教会祷告。这两为两个教会祷告的时候，两个教会就非常的兴旺，那兴旺的时候人就多，人满为患，人多的时候坐不下了，所以那些多出来的人呢都跑到梅尔的教会，所以梅尔的教会呢人也很多，他也后来上帝用他也成了一个非常被主所重用的传道人。他写了好几本书，其中有一套书呢就是他写了圣经里面的人物，像亚伯拉罕啊、雅各啊等等编撰成书受用无穷。谦卑的人能看到别人成功，所以我们呢不会贪图虚名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呢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成功的时候不得意很多人成功了，成名了，出名了，都忘记自己是老几成功是太得意了，忘记自己。失败时呢不气馁，这个失败只是一时的。这个丘吉尔说，失败不是最后，失败以后爬不起来才是致命。所以我们失败了没关系。有一个弟兄失败了，在
性的事情上失败了，悔改了，没有人理他。后来他来找我，我靠着主的恩典让他再起来服侍。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，还是在教会里好好的服侍。失败时不要气馁，只把自己交在信实的主手中。彼得说，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教你升高。我们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做一个总结，这段圣经加拉太书五章16-26节，保罗说，你们靠圣灵得生，就要靠圣灵行事，就是要在圣灵里面生活，就要在圣灵里面生活，就要过，就是过一个无愧的生活。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无愧的生活？四方面，我们前面讲过，第一就是对基督我们要献上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没有生命的奉献，就没有生活的圣洁，生活的丰满。第二是对行事，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圣洁。我们是在一个征战当中，情欲跟圣灵相争，但是我们靠着圣灵得胜，就能够靠圣灵行事，所以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活。对生活要高尚，什么是高尚的生活？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对神、对人、对己，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，在我们生活中所做成的大功。然后第四呢，是对别人，就是对人，我们对人呢要谦卑，要扶救卑微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要看别人的长处，与人和睦相处，务要追求和睦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睦共存，彼此相让，谦卑自守，让圣灵主宰我们一切的言语行动，让我们的生活表现圣洁高尚的品格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，圣灵内住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也圣灵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内在的力量，可以胜过肉体的情欲，以致我们在这个征战中常靠圣灵得胜。我们既然靠
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，让我们的生活表现出基督复活的荣耀，生命的丰盛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谢谢刘牧师带给我们的过无愧的生活的信息，相信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，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传道人对这首歌可能都比较陌生。这是我们在2019年赞美敬拜大会所唱的一首诗歌，我们直接将它翻译过来，翻成中文，但是歌词非常的振奋人心，它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圣徒警醒，圣徒警醒，我们一起来唱。Thank you.